他这个四百个人头，相当于我现在打了两把，加了14个人头，而且我打的是高分段。要是说打低分段，我就不谈了，好吧？但是就算打高分的。 按一把十个人头算，一把十个人头，400个人头要打40把，是吧？40把相当于20个小时，那就一个超火要加班20个小时。 能不能拿个5杀呀？我看他们说，我刚刚看抖音，我听那个文森特说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什么你要什么 bug 跟三桂去打拿，这是什么5杀挑战下播，估计要打到明天。
真的好恶心，德莱文这个英雄啊，怎么这么痛啊？打人一级的时候，加九个，二九十八，三九二十七，加九个，33。又喜欢弹幕的蓝魔方，一下子不是瞎子送了两波，早就结束了。是的，比赛上赫维罗斯优先级还是蛮高的，但他这个英雄有一点问题，就是确实也很容易。